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早上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2024年的6月11号啊，礼拜二啊。好，这个手表不是很清楚，好，拍不太起来。OK， 那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端午节连假后的上班日。好，不知道各位朋友玩的开不开心？好，那我的话呢，就好一般般哦，就是日常的生活哈，就是照顾家人。也没有特别安排去哪边玩，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其实也没什么记忆点了。好，如果说要讲记忆点的话呢，就是我有带我的小朋友去吃那个素食，好，然后他们很意外的，哎，没想到素食也可以这么的好吃哦。因为平常如果说是妈妈带的话，通常都是给他们吃一些比较油腻啊、不健康的食物，那。我的话呢，其实比较重视营养，好，我会去想办法去给他们吃一些比较好的，好，虽然说可能时间上会花比较久啦，好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对他们来讲比较好，好，所以他们有吃到很好吃的素食，好，我觉得这样算不错啊，未来的话他们对于素食的接受度会比较高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有这个群组会议，好，所以要认真上班，就这样，各位朋友上班愉快，拜拜。